最近发现了一种好玩的玩具。是什么啊？扯铃。哦，我知道，扯铃又称空竹，又叫风葫芦。扯铃可以抛铃、紧急上架、举重、按摩。哇，立伦，你真的说了一口好扯铃啊！好说好说，其实真正会扯铃的在后面呢。让我们欢迎扯铃营带来的超炫扯铃。现春明，滴滴加油！滴滴上架，是让车轮在裤子上面越转，转越久越厉害哦。Peace up, A Town。Peace up, A Town. Yeah, yeah, yeah. Oka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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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yeah.望月扯铃，今嘛无红，今嘛无红，双人枕头剩我一人。今嘛无红，今嘛无红，吃饭吃米，心酸来琵琶。左右扯铃。一朝一夕的，我也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苦练，用血汗跟眼泪加上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才能换得今天的成就。跳针跳针跳针叫我姐姐，卡卡的跳针跳针卡卡的跳针跳针卡卡的
姐姐姐姐姐姐姐叫我姐姐。